你早，下午的5:11了啊。那么记者现在在学天宫啊对面那个李记川味，也跟那个李记红茶啊，隔壁他也开一家也叫李记，真的是同名同姓李记，李记红茶，李记川味馆，点了一个阳春干面，医师交代不要吃太油腻的，阳春面可以，糖尿病患不要吃太油腻的。啊，今天吃一个鸡腿就已经很油腻了，啊，身体非常的不好，一路生病，今天拉肚子，拉的痔疮都破了，刚刚配了药，现在稍微停止拉了一下。残障的人在生病真的可怜。各位539会员，今天大家安心用，继续过关了，啊，没有问题的，70%继续过关，啊，今天呢，祝大家呢。要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最主要539人赚个钱，啊！恭喜各位，继续赢钱。